本最强唱调天团放浪兄弟呢，是气势磅礴开场。阿基拉在舞台上呢是热力跳舞，激情的时候还脱掉了外套，没想到才唱到第三首，音响就出了问题哦。不过放浪兄弟呢是临危不乱，继续唱跳。放浪兄弟呢这回来开唱呢，是全场4200的座位是座无虚席，演唱会呢是近3个小时，唱了超过20首的经典歌曲，所有粉丝都相当兴奋。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画面。阿基拉的爱妻林志玲呢，是以爱相随，以行动支持老公来到演唱会现场。林志玲呢，是穿上了演唱会周边 T 恤，还拿着应援手幅，还有旗子，贴身呢来为老公阿基拉应援，还感谢大家来看演唱会。